真枪真警员，真实的拍摄场景。新传媒和新加坡警察部队紧密合作，汇聚了郑斌辉、戚玉武、白威秀、王俊雄、洪冰玉、李美玲，以强劲的演员阵容打造本地最逼真写实的警匪连续剧。5月31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《警徽天指》。